不是你刚才说啥？我说我想对着个电。不是，不是这句，前面那句。钱老弟，你怎么能叫我钱老弟呢？我怎么？你属什么？我属大狼狗的。完了，我属秃尾巴鸡。比我小一岁，叫你老弟正好。那你也不能叫我老弟呀。那我叫什么？那我问你，你管黄小娟叫什么？大姑。那个，我跟黄小娟的关系你知道吧？那俩现在正尬了着呢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什么叫尬了的？我们那就是就跟我说搞对象的意思，就是尬了的。哦，那既然你知道我跟你黄小娟大姑正尬了着呢，那你应该管我叫大姑父，你怎么能管大姑父叫老弟呢？啊，你长辈一点都不分呢，你什么孩子你这是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不对你，赶紧走赶紧走啊！你站住！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，大姑父？你这么说话对我的态度对吗，大姑父？我跟你讲了，大姑父，你这我大姑父，停停停，大姑父，我听他叫我大姑父怎么那么恶心呢？嗯、行，这样啊，姑父，知错必改、就是好孩子。谢谢大姑，乖乖啊，你这样，你先回去等着，我得考虑考虑，行不行？你放心。我肯定拿你当重点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先回去听信儿啊。我都白叫大姑父了，还大狼狗，就是个大京大串子。哎呦，我就这，简直毁了！哎呀，我这，哎呀，学会挡道了你！哎呀，叫大狼狗撵的！哎呀，知道看这模样，这五官都拧一起去了，咱一脸包子，狗能不撵你吗？你长得好像块肥肉似的，都能靠一坛子油。青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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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青青，你得等我会儿，等我会儿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这电腰啊，往外对腰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你看我这是啥？这个，这不是我这店里的钥匙吗？对对对，这不是我店里的执照吗？对，你给偷去了？这可不是，这不能叫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俗话说得好。马瘦毛长蹄子肥，哎，儿子偷爹不叫贼。咱这是大坨儿子小坨爸爸呗。不是，我说的话你还没明白，就是说肯定是我儿子钱顺风偷去的，然后给你的。猜对了，对吧？看见没啊，这执照也在我这儿、钥匙也在我这儿啊。这样，这是20000块钱定金，你拿好，这店就我的了，慢走啊。哎，什么叫这店就你的了？我什么意思？已经有人提前把定金交了。谁呀？老王。老王不行，你怎么能把店丢给老王呢？为什么？关系就不行啊？咱俩啥关系？嗯，咱是一家人呐。你儿子钱顺风是我岳父，咱们……哎，等会儿。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你是我儿子钱顺风的岳父吧？你不管咋说，咱们是一家人的。你能眼睁睁的看我退休在家待着闲着没事儿，一天闲里五斤六瘦的吗？不行，那得有个先来后到。不怎么好说好商量，不行是不是？我问问你，你儿媳妇儿，我们家二米粒小名叫什么？二驴子。知道他这驴随谁不？随谁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急眼，我比驴还驴呢。你不是你走我你。行出去，行行，停停停，算我怕你了，行不行？啊，你说怎么跟那个老王说呀？这事儿啊，你就直说，不太好啊。必须得想个办法，对，让老王主动的把这个店让给你，懂不？有这办法吗？你就你这智商，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还得靠我这聪明的小脑瓜。你想一想，我想想，我想想啊，想想。哎呀，用什么办法能让他有了？你说。一会儿你去找老王，把他叫来啊！咱就说我这个电视啊，知识问答有奖对电到时候我出3道题完了你跟他抢答但是你不要抢过他，一定让他先答头2道题都是孩子都会的很简单，第3道题很难。是吗？我一定要出一个打死他都答不来的题，行吗？
这就是咱俩给他挖个坑呗。对，就给他挖个坑。深点挖啊，深点挖，深点。我找老王去。没问题，去吧。我找他去。啊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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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街坊邻居们，难题来了，我亲家老范也要对这个店。老王头也要对这个店，老范这辈子根本就没做过饭，他经营不好这个店。人老王呢，毕竟过去我们会战的时候去帮过厨，疙瘩汤做的老好吃了。所以说大家帮我出个主意啊，那个到底是老范头可以对这个店呢，还是老王头可以对这个店？来，一百七，谁？谁谁谁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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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怎么这么乱呢？哎呀，这样同意老范头对店的，请鼓掌。同意老王头对店的请鼓掌。行了，谢谢街坊邻居，我心里有数了。老王来了，老王来了，小王也来了，小王也来了。你欠个灯的有你啥事儿啊？回去吧。那个范爷爷，我爷爷要当老板了，不得有个保镖吗？你滚一辫子去吧。保什么镖？保镖要保保他，你看这个镖。哎呀，那个这么快就考虑好了？我没有考虑好，啊，事情有所变化。怎么了？我万没想到，我亲家老范头也要对这个店。你看，你也要对，他也要对，我很为难。这不争论起哄吗？这个。所以为了公平竞争，我出个主意，咱们知识问答，有奖对店，来答不答？答。有别人我不敢干，你我不敢答。出题，答。很好，答。很有勇气，答是吧？嗯，对吧？嗯，啊，抢答，啊，抢答，抢答，我跟你讲啊，请辩题。我们火红年代疙瘩汤用的水不是一般的水，是很讲究的水。有两个选项 ：A. 矿泉水 ，B. 洗发水，请回答。爷爷。你想啥呢？答呀，多简单呐！什么答你？我这是个坑，谁拿洗发水做疙瘩汤个答呀？我抢答，我没抢过他。我跟你说哈，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洗发水啊！矿泉水，回答正确，富红矿泉水，太对了！耶！耶！奖品，给奖品，奖品，奖品。哎呀，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疙瘩汤店现在你已经拿到三分之一的经营权了。太好了，范爷爷，范爷爷，这富红矿泉水就在你眼前，你咋不抢答呢？我瞎。第二道题了啊，听好，请听题。我们疙瘩汤店用什么样的食用油？两个选项 ：A. 大豆油 ，B. 鱼肝油。请回答。爷爷，还想啥呀？多简单，答呀！快点答呀！山主，我怕是坑啊！别老是坑，这他妈不简单吗？我答，我等一会儿，又没抢过他。我抢来了吗？你抢来了，抢来了，我抢来了，抢来了，我答。我就想这个鱼肝油要是做疙瘩汤，它肯定腥啊，对不对？大豆油，哎，富红大豆油，回答正确。来来来，给你讲，不要客气。哎呀，小老范儿，你坐下吧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已经拿到这个疙瘩汤店经营权的60%了啊。这个可有一样啊，这个第三道题，如果你答不对，前两样得的奖品你都得拿回来。我下一道题我要答不上来，这两样东西还得给你啊。对。我激流勇退，不答了。哎，不行，怎么必须得答？我告诉你啊，不怎么第三道题奖品比这丰厚多了。对，丰厚都就都这什么奖品？我啥也没了。你没了，你这有？谁有？奖品？我这20000块钱，你答对了，归你。答，你答，20块钱你答，别吵吵，别吵吵，答不对全拿回来啊！别吵，别吵。
那么我问一下啊，这个第三道题比这两道题还难吗？你放心，就第三题就打死你都能答上来。啊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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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请听题。问：富宏矿泉水和富宏大豆油有什么优点？请回答。爷爷，答呀，多简单呢，答呀。答什么答呀？比那两道题难多了。来吧，拿回来，拿回来。这就我告诉你，这个得拿回来，拿什么？是，咱有这规则，对不对？对，答不答？我答了，答不答？拿回来，我还没答呢。你怎么知道我答不上来？你能答上来吗？我当然答上来了。你答，富宏大豆油取出健康来，七彩矿泉水，人称富宏矿泉，饮水思源。回答完毕，回答正确。爷爷，这家的锅贴归你了。爷爷。哎呀，好了，连店的钱都是你的了，哎呀，我点儿呗，这么分一点呢？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现在就是我秘书啊！哎呀，我怎么感觉我丢点东西呢？你丢啥了？一个钥匙，一个执照，还有20000块钱。那哪是丢了？你让老王给赢去了。你不跟我说你那第三道题打死他，他也答不上来吗？关键不没打死他吗？我跟你说，啊，老田，昨天晚上跟我说了，叫我了。我行，老田，你给我挖坑是不？那个范爷爷，闹别的没用。你少跟我说话，我告诉你老王。哎，你别告我，你别告我，现在我是总经理。你没有资格和我谈话，和我秘书我孙子谈。你有孙子是不？我没有人呗。那个范爷爷，你不是没有人，嗯，你可以找人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吹啊，谁要来了，在我王小倩面前，我都让他爬着出去。王小倩，你说话算话不？算话，谁来了也不好使，谁来了我都让他爬着出去。爸，爸，你，哎，干啥呢？这是？哎，你干嘛？啊，怎么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爬咱就得爬呀！哎呦，我这个脸！爸，哎，你猜您就在这儿呢。那个对电的事跟我前叔谈咋样了？不是，你现在就问问王小倩，他对我对电这个事儿什么态度？那个我的态度是啥呢？钱爷爷把这个电对给范爷爷，我是赞同的。哎，王小倩啊，啥玩意儿你赞同啊？这电是你的，啊，你说给谁就给谁啊？我还告诉你。这个店我就对给老王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姑父，哎呦喂，大姑父，谢谢你大姑父，大姑父，老王，我明白了啊，我没输给你，怎么了？我输给你姑了。亲家，你别管我叫亲家，亲家不好使，100个亲家。也顶不上人家有一个风韵犹存的姑。行了，亲家，我认识你了，你姓钱，性别男，爱好姑。爸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店啊，对给我王叔挺合适。什么你王叔啊？他是你前叔的侄儿，叫大哥。哦，大哥，爸别闹。等会儿，范爷爷，小米粒管我爷爷叫大哥，我叫他啥呀？我告诉你，你王小倩从今天起就是小甲鱼变蛤蟆啊，啥意思明白没？没明白，没辈儿了。走，跟爸回家。那个小米粒，别哭，你不打人，别走。站住，老范，我真不知道你对这个店这么伤心吗？要这样，这老钱我退出。行，给老范，我从信里说给老范。好吧，咱不惹他。老范，老范大哥，哎，你说心里话，记住啊，一定要掏心窝的说。你为什么要对这店呢？我就退休，在家待着寂寞。你寂寞？你有老王寂寞吗？
你回到家里有三个姑娘两个姑爷围着你转，他有吗？你回到家里有个胖乎乎的老伴照顾你，他有吗？你回到家里左边是外孙子右边是外孙女，他有吗？他不有那孙子吗？可那个孙子天天长在你家也不走啊。哎，钱叔你也知道，还专赶饭点来，那不吃撑都不带走的。我明白了，老王啊，老王，我亲家做的对，这个店应该对给你。不，没事没事。原谅我啊，我这纯属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你这么一说，就我没法回答你的。我想行了，咱说点正经的吧。老范大哥，来过来。这钱你拿过去。嗯，老王，哎，这个疙瘩汤店就归你了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快点。而且对这个店，你不用拿一分钱，赔了算我老钱的，挣了算你的，啊。不，听我说，我相信你，老王，你会把这疙瘩汤店经营得很好，而且它是我们社区当中一个很好很幸福很快乐相聚朋友的一个平台，是吧？这个行，你别哭了，哭啥呀你，别哭啊，男人哭什么。我呢马上就去上任了，你也知道连锁店的味觉总监啊，那个我不一定啥时候来抽查你这个店，看你这个好吃不好吃啊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行了同志们，我走了。再见啊。再见大姑父。哎，松松能不见？哎，好好好，接手松松您。大姑父慢走啊。王总。我王老板，那个商点事儿呗。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看你已经是这店的老板了。嗯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家解决一个当服务员的名额？一点问题没有，谢谢了。你家必须得出一个服务员。好好好，但是你得回答我一道问题。啥问题啊？你有两个选择啊。A， 你老伴儿 ；B， 老米太太。这我得好好想一想。那你慢慢想。A， 我老伴儿 ；B， 老米太太。这俩不是一个人吗？你这老家伙，你不要我，你就直说呗。